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&K Camera 的 Frankie。 今天是2018年的12月31号，亦都是说是全年的最后一天。在今天我和大家回顾一下2018年呢，其实我在 YouTube 的频道呢是上载了大约是80套的片，在这里呢很多谢大家的支持啦。咁嚟緊呢係會繼續拍更多嘅影片啦。咁如果你話有興趣有啲咩嘅影片呢想睇或者想知嘅話呢，歡迎你喺下面呢留言返，咁我盡量呢去拍返。咁我喺呢度呢做咗一個簡短嘅回顧，咁大家一齊去睇睇啦。係Leica嘅 M10D。今次同大家介紹的是 Leica M10P 相機。Leica M10 特別版 Staccato。 Leica 的深入黃353.5嘅。介紹一下 Leica 的鏡頭。今次同大家讲下嘅咧系 Leica Q。Leica 嘅52第五代镜头。在这里祝大家2019年身体健康，工作顺利，多谢大家支持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